来吧，来吧，早安，吃饭喽！虾饺。哎，你吃荷包蛋，嗯，你是会加酱油还是番茄酱？番茄酱。我也是。我们可以一起吃饭，我们可以一起吃饭。森林呢？他已经一马当先，拿到包底底去。就是他的达菲手，太兴奋了，唐老鸭的好可爱，发疯。好可爱，这是香港迪士尼特有的吧，米奇的鸡蛋仔，好可爱啊，有米奇的那个 pancake， 还有米奇的 muffin。喂，这位小姐，这个淀粉全套，很可爱。我跟着小孩拿的，小孩拿什么我就拿什么。哦，一起吃，好。香港迪士尼的饭店早餐，除了有一般我们对 buffet 会有的一些餐点的印象以外，还多了很多这种港式的料理，像这个就是早餐可以喝一碗热热的汤，吃个捞面，然后还有烧麦。是这样讲吗？不知道，烧麦，嗯。雨欣吃超多菜。对，营养师说每天要吃足量的蔬菜。我刚问雨欣一个问题，你们吃荷包蛋，你们是加番茄酱还是加酱油？酱油派。真的会不一样。会不一样。我们两个是番茄酱。对。而且为什么要讲英文？你好，你是高飞狗对吗？我可以摸你的耳朵吗？好可爱哦！谢谢你过来，来这边欣赏饭店，有高飞狗可以陪我们互动。天哪，好可爱哦！天哪，好可爱哦！我们之前都是在园区看到他们出现，第一次在边吃早餐的时候，他们会来桌边互动，我就觉得，是一个蛮美好，然后又很可爱的。真的就是与偶像见面的感觉，就是我可以理解粉丝见到他偶像的感觉。3、2、1。